你是哪里人呀？我是青海的。来拉萨多久了？来拉萨有7年了。那最初来拉萨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那个创业嘛，然后就是开一些店铺啊，就是为了生活嘛。生意做得怎么样这几年？生意还可以。那个你觉得拉萨的中心是哪里？就是大昭寺。大昭寺就是游客也比较多，比较繁华的一个地区。那你知道大昭寺的一个历史吗？就是在历史上为什么它是中心位置？就是以前就是人们就是转经呀、祈福呀，都在这边。那作为回族，你会跟着他们一起去转经吗？我们就是不信仰这个，就不去转。但是就是在这边选对对对，就是相处的比较融洽，也比较那个和好，挺友善的也他们人。因为我是个回族嘛，跟他们就是有的时候人家就以为我们就相处的不怎么好，其实那个汉族也好，回族也好，藏族也好，他们人都挺好的，就也挺友善的，他们也比较淳朴嘛。